物是无理可讲的，你知道吗？是不可言说，心都不能起动念，心行处灭。这个只要你心一动，哎，就不是道了；嘴一讲，它就不是理了。所以最后师徒的最妙的境界是什么？是不需要言语，是师父和徒弟心灵的一种交流，是当下的。师父的这个要什么？要建立不是表面的关系，也不是分子的关系，也不是原子的关系，建立到要建立原量子的关系，量子纠缠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师父跟你不讲理，就是打破你这个表面的关系，打破你这个分子的关系、原子的关系。你能够在师父不讲理的时候，你都能逆来顺受，那你跟师父就是心和心的关系，而不是说哦被师父的语言转动。所以这个修行要修道，要超越这个表象的东西，要直达心灵深处。这个师父就是调教嘛，这是调教的一个过程嘛。先是说啊，好好好，对对对，你不好也好，慢慢慢慢跟师父越来越近了之后，师父就开始修理你了，知道吧？要不要修理啊？哎，这个修理的时候，就是好也不好，就是打破我们的这种粗重的烦恼，自我的中心，自我为中心的，就打破我执的壳子啊。我执的壳就是生死壳，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到那个广州法性寺，那位师父在讲法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到底是风动呢还是幡动呢，有的说幡动，有的说风动，这不是风，幡哪里自己会动，这个幡动明明就是风动，就是风哪里看得见，你看得见的明明就是幡动。大家在那不可开交的时候，六祖大师，你看六祖大师那时候是个居士啊，他说不是风动亦不是幡动啊，仁者心动啊。我们师父啊那边也有一句话啊，不知道北方能不能那个，南方有一句话叫葱壳子，葱壳子，葱就是葱米的葱，然后壳子，那个壳就是那个壳，哎，我们有时候指这个人，这个人叫色壳子，色壳子，身体是色壳子，哎，我执是也是一个壳子，我执的壳，无名鸠穴也有这样子说，这个鸠穴也是指一个壳子，有时候这个说法个，哎，这个冲把这个，就好像这个撞击一样，把我执的壳把它冲碎掉。我们有时候比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大鹏金翅鸟的那个蛋，那个蛋壳子很硬的，但是这个蛋壳子只要一敲碎出来就是会飞的。所以像妙法莲华，它是专门就是研究我们的佛性的，所以只要你能在妙法里能觉悟，见性成佛。所以我们的佛性就像那个大鹏金翅鸟一样，只要一出壳就能翱翔。有时候用大鹏金翅鸟比喻，有时候用狮子比喻，狮子也是，只要这个狮子乳一出来，平凡的这个普通的法器，普通的这个器皿啊，就裂掉，就啪就裂掉了。但是什么琉璃器不裂，所以要来装狮子的乳啊，要用琉璃器，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佛的无上的智慧呀、啊，佛知佛见，要用什么？要用我们戒律的身体来承接，这琉璃实际上又是指这个戒律。然后狮子只要一叫，狮子一吼，百兽脑裂，百兽脑都裂开了啊。所以这个佛法用这个来比喻佛的智慧，佛的智慧一到，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破除了？你想我们佛教界初一十五啊，或者是十四，或者是啊29啊，我们是有半月诵戒啊，半月诵戒，不杀，不杀诵戒。但是有的道场
比如说像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很忙啊，就是这个实在来不及做，偶尔的不做，那用什么补呢？就是用念药师经，藏传佛教也是，所以藏地也有药师经。他们如果不杀日，如果没有在诵戒的话，就会念药师经，啊，就是药师经的这个琉璃光，它能弥补，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戒体能够恢复。所以念金刚萨埵的百字明，也是从世间的过失、小乘的过失、大乘的过失、南昧三昧耶的过失，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光明，恢复我们的清净戒体。Om Panzer Sado Samaya Manu Palaya Panzer Sado Dinoba Dicha Chichu Mebawa Sudo Kayo Mebawa Subo Kayo Mebawa Ano Jato Mebawa Sawa Sudo Mame Jayaza Sawa Gama Sujame Jidang Xiang Guru Hong Haha Haha Ho Bagawan Sawa Tata Gada Panzer Mame Menza Panzer Bawa Maha Samaya Sato A 这个广严城，这个胎藏和这个金刚藏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啊，还有这个无上瑜伽里面的这个中脉的法性中脉的含义，月音这个月音啊，月音树，一直到。佛的那个月音树的状态是什么？究竟圆满的，还有圣意中脉，啊，你像琉璃光，那就是圣意中脉的光明。所以为什么按照这个月音树的这个性德，能生出十二大愿呢？这也是这十二大愿，也代表着我们说到十二地是成佛的，啊，十二地就是成佛的了。啊，是佛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药师琉璃光大医王的这样一个啊，他的真实不虚的广严城月音树，这个很重要啊。实际上会修的人一到月音树，这就开始入定了啊。你的本事多大，你就入多大定。那至少小乘的定，月音树的话，这个也是入小乘的清安。啊，你比如禅堂里面得清安啊，也会那个，啊，乃至啊自己身心安静啊，安下来的，啊，如果能够有堂密的啊，胎藏界、金刚界的，能经过五轮五智啊结合的，你要会修那个，就16身里面决定成佛，16身里决定成佛，然后如果无上瑜伽部的。有法性中脉，啊，能够现前的3身成佛，修3身就成佛了。如果圣意的中脉现前的，就是，哎，最晚9年成佛，快的半年就成佛了，圣意中脉，啊。无上瑜伽里面证得最高的宏光成就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啊，广严城月音树啊，实际上这已经这里面所含摄的就是有这种修法在里面。
药师经是对当下、当下的生活、现实生活，也符合我们现在要建设叫心静国土静、心平天下平这样一个人间乐土，人间佛教。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这四天王的寿命，他的一天就是我们人间的50年呢、啊。这个是离我们人最近的天王，我们受持八关斋戒，这就是一个以八种璎珞佛的身口意功德的璎珞来庄严自身。这个也是跟佛圆满的身口意的功德接轨的一个最方便的方法。护持中华护生协会，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我们将伸出援手，护持护生，认养学童，邀大众一起来加入。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